各位观众，早上好！您现在看到的是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仪式的直播现场。为妥善应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积极创新服务方式，首次推出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为新上市公司举办上市仪式。三、二、一，热烈祝贺良品铺子成功上市！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